后台玩杀手。对，我们在后台认真练习。没有啦，很敬业。觉得他们就是真的是很有实力的歌手，就非常会唱。我对自己要求比较高，我给自己打6分，但是我希望在台上给观众的感觉是10分，跟他一样，跟我一样。对，他都讲成这样了，只能10分啊。对，哎呀，10分好了，没有了，开玩笑的。印象深刻，印象深刻，超热的，是被晒到红。我们就是站着就在流汗，没错。期待我们的表演吧，我们会加油。